Hello， 各位观众老爷们，大家早上好，中午好，晚上好，我是狗老师。原来那条狗的嘴巴不知道为什么被封住了啊，那个动不了，现在就换一条代班狗，看起来更加像狗的狗，不对，它就是一条狗啊。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将是东大的一个对战合集。那上来第一个对手是一个直，哇，这边是一个逆向升龙。刚才这个逆向升龙其实打直的话特别难用出来，我自己有开训练房试过，因为直的这个逆向的角度特别的刁钻，它给你输入的时间特别的短，它不像其他角色会早早的跳到一个逆向的位置，你可以再摇一圈啊。那直的话它就是只有那一瞬间可以让你去出升龙，所以很难升得中。东大这边也是基本功过硬。那现在对手是一口气把自己的 VT 全部交完了啊，用 VS 对了一下空，继续把东大压在半边。那东大在这里会要怎么来做选择？中脚没有中，这边也是不敢轻易的出手啊，刚才因为帧数上面至少不利的还是挺多的，边轻佻强装 EX 神龙，最后一下要怎么择啊？怎么选择？指令头啊。那在这里的话，其实东大后跳，怎么说呢？你也不能说他对或者不对啊，我只能说他猜的挺准的啊。那毕竟东大是吧？东大牛逼。OK， 那现在到第二蹲 ，EX 波上来先推一下，扫腿防住以后重拳拉一个回去，两个人重新开始打一个力回战，东大开始用发波去逼迫对手的行动。哦，这一下东大想利用对手跳起来这一下去打一个落地的时间差，结果对手落地的时候还能出招啊，有点微妙。重拳火波在这里晃一枪，中脚点完以后，对手想抢招，直接又吃了一发跳入，难受。这边中拳第三下没有点中啊，这个时候对手也是很敢拼敢抢，扫腿 VS 命中了，在天上的这一下 VS 东大选择了抢招，一看直接掉到了只有三分之一的血量。啊，这边不断的用 VS 想去探路啊，这个 VS 并没有中，但是最后这一下距离没控好，吃了一发下中脚，关一个板边，那就没了。关板边的时候，手上 VT 跟 CA 都是满的，其实对于这个局来说已经是个死局了。东大后手可以用魔血的连招直接把你磨到死，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那现在是来到了第二个加米，上来一个下中脚中旋风往前压，下轻脚这边想要去打对手的一个后退，没有中。那没有中的话要重新立回啊，并没有。那东大这边也是吃了一波倒地，连续的吃循环的责。现在加米就看到没有，都不用这个下清泉骑手去压制了，因为下清泉骑手的压制呢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去打头责了啊，因为是只有有力零针。重拳然后把 VT 开出来，看一下这边要怎么压，直接逆向升龙 EX 旋风啊，那后手的那个升龙应该是打不出来。东大这边也是用了一个自己的一个新套路，EX 火波以后取消一个 V 啊，直接用这个阿修罗闪空往前走，这个东西是可以直接潜压的，如果对手跳补上一发升龙，对手防住的话再一个前就可以再压了，那这也是一个相当不讲道理的招式。但我觉得加米这边其实可以用 EX 的地剑去过的，这边选择的是带一发 CA 打完以后前两下重拳，然后是压一个简单的压制，头没有投中。东大这边也是选择了拆头，重拳打中插盒，漂亮。那这一下的话是升龙 EX 旋风加上一个火波，这边是选择前有点微妙啊。我记得他最近有在头盘卡做演示，哇，下中了直接单发确认 C。 他最近有在头盘卡演示，就是这个 VT开出来的一瞬间，如果是旋风加上空波，然后命中以后落地火波加取消一个阿修罗闪光，是可以直接上对手脸压制。这他有做过一个演示啊，就这个招到底该怎么用。就是 VT2 的好鬼，他也开发出不少不讲道理的东西来。中拳下轻脚以后推波，再推波，再推啊，这个火波其实可以打一个雀板。但距离上比较远，我觉得柯林这种手短脚短的角色未必能够在这个点上打得出来雀斑。跳入，哎，又没中，这个跳入脚伸得有点慢。中脚旋风，打旋风，一波前压以后头没有中，又在对手的这个非常可怕的距离等对手出招，出完招以后一个波推过去放倒进板边，下中脚命中了，那这是这个柯林最后糊脸的机会。下中脚取消，再跟上一个波。那现在东大这边的 VT 要来了，直接重拳强开，中脚波火波，下重脚火波 CA 呢。 OK 东大那个这个我也看过，最近也是在他的一个直播的时候看过，他演示过就是重拳火波，然后取消下重脚，再火波取消火波，对吧？然后就可以磨掉对手大概将近200的一个血量啊。如果说你只剩200的一个血量的话，他只要这一整套打完然后你就死了啊，你都不管你防没防你都死了。
轻拳下轻脚直接打晕了。这个对手的话应该是要直接交代在这里了。神龙轻拳中拳下中鸟命中，然后 EX 旋风 EX 神龙带走了。那今天的这一期视频也就到这边了。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，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，恭喜你正式成为了一名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，那你只能是喜欢我了，对不对？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。